今日係已故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逝世16周年，墓地所在嘅北京天壽園加強保安。據了解，趙紫陽嘅女黃雁南今朝去拜祭過。位於昌平區嘅民間公墓天壽園，朝早有守備掛住布帶嘅人喺門外巡邏，停車場亦有人駐守。本台記者嘅車駛到墓園附近嘅時候，有守備上布帶寫住南口鎮治安巡邏嘅人員查問有冇預約，並且以防疫為由，話冇預約嘅需要離開。